疫情下，好多活动同埋演出都只能够取消。但我哋谂到一个方法，就系以录音嘅形式，同世界各地嘅朋友一齐玩音乐，亦都可以 share 一啲好听嘅音乐俾大家。咁呢个制作音乐短片录音嘅依一个活动咧，系成为咗我每一个周末最期待嘅一件事啦。这应该是疫情期间最大的收获了。希望大家也有自己的收获。隔离期间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新的兴趣，并且以最积极、最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新的挑战。我用这段时间开始了计划已久的录音工作，用线上和电视平台与大家分享音乐。咁其實依個過製作嘅過程咧，就好似唱 K 咁，不過咧就冇字幕嘅，所以其實都要花好多嘅時間咧，去先至可以完美咁樣去 synchronize 到每一個人嘅 part 啦。咁但我亦都係好期待咧，去聽到最後依個製成品係俾到我好大嘅滿足感嘅。希望第時我哋可以繼續用依個方法，繼續去分享更好聽嘅音樂。虽然暂时都仲未可以现场听到佢哋嘅演奏，但系大家只要去到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 Ensemble Aficionado， 就可以继续欣赏美妙嘅音乐啦。